者汪子涵台北报道。邓紫棋三月将唱进林口体育馆举办 QUNEENOFHEARTS 台北站演唱会，近来台出席记者会，更找来网红团体这群人站台，献上红心全仗和大冰奶，预祝他票房秒杀。过去他来台宣传电影时，恰巧碰上舅阿林又家结婚，昨台又宣布将当爸，时机恰恰好。邓紫棋笑说，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，我希望能多来台湾宣传，更祝福舅阿三年生二个，态度相当大方。问及是否也想改进度和造型师男友结婚，他搞笑表示，从18岁就梦想中22岁要结婚，又延后改成25岁，所以现在不敢讲了。他说每一任都是已经结婚为前提交往，也不否认这次先恋情。坦率说，大家发现时魔就发现时魔吧，谈到先有后婚。他则大笑说，不行不行，我是虔诚的基督徒。邓紫棋20日将下高雄出席 KKBOX 风云榜颁奖典礼。他的二是造型师男友爱相随害羞说，有些工作比较重要的造型师会跟着一起来。 Queen of Hearts 台北站演唱会门票将在21日中午开卖。邓紫棋 Queen of Hearts 台北站演唱会门票21日开卖。记者潘少棠社。邓紫棋恭喜舅阿林又家要当爸了。记者潘少棠社。邓紫棋左三与网红这群人合作为演唱会造势。记者潘少棠社。